我蛮期待的，因为其实我真的单身一阵子。在等人吗？小狼哥，因为他们说你有需要韩系的欧巴，我是韩星的欧巴，也有可能让人家心寒，不一定。你有点慌哎。他帮我画爱心给我吗？我是真的很喜欢爱心。双双对对的嘛，哎呦，他们来就是要有一点爱心嘛，爱苗在滋长啊。今天呢，这一桌菜就属于我们两个人。有了，三哥稳住！哇！不是，对不到，对不到。没关系，没关系。再来，没关系，你背。心情，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对象，然后会来这边跟我见面，忐忑，紧张，对。我蛮期待的，因为其实我真的单身一阵子，单身蛮久的。然后身边的朋友就是也都很积极地帮我介绍对象，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刚好可以我喜欢他，然后他也喜欢我的对象，对，所以很期待这一次可以来找到恋爱的对象。在等人吗？小狼哥，hey, 早安，今天录今晚吗？也可以，也可以，都可以。你怎么会在这里？因为他们说你有需要有一个这个韩系的欧巴。对。那所以他们就是说我是刚好是适合这个。真的、哦？对，我是韩星的欧巴，也有可能让人家心寒，不一定。心里就浮现，他不是已婚吗？想说这不恋爱节目吗？因为 我可能之前看了几集是恋爱的节目，对对对，所以当下是有点小错了。本来想到今天是来谈恋爱的，谈恋爱，其实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工作吧？对对，工作重要，对不对？其实只是想说，因为我们这个出外景一个月了嘛，差不多，对呀、蛮久哎，一眨眼。我们也是很快。对啊。这一个月你有观察到什么吗？我觉得小狼哥就是一个细腻的人。真的，我真的是男儿生女儿心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细节都有观察到。是。对啊。只是在后面帮你捡东西，其他也很好。捡东西。嗯。对，我真的蛮常辣东辣西的。对啊，怎么会这样？可是有些东西可能你有掉过最严重的是什么？你好像问过我这件事，比如说把你自己也都掉了，有没有这样？没有这种事，我自己会记得。他其实基本上他是百搭王，他说他搭谁都可以。那我就很紧张啊，因为毕竟这一次也是我真的第一次在电视台上，因为之前那个可能是 YT 的部分，然后这次真的是在电视节目上的一个带状的主持。哦，一开始真的蛮鸡同鸭讲的，因为他会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接话，很担心我会不会觉得他怎么样。其实我也是幕后出身的，我觉得那种将心比心我是 OK 的。艾荣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他的笑点奇低无比，他也是一个很好配合的，就是说很大方。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这样，自己想要说什么或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啊，观众自然会找到你可爱的地方。
这个新的节目刚开始嘛，其实我们最应该要培养的就是默契。是啊，那因为那个制作单位就希望我们就是没有压力做自己，嗯，因为我们只有彼此互相依赖，没错，对不对？对，你要好好照顾我，对你也是，好不好？其实小杨哥他安排这一次我们两个来录这个节目，也是为了要增进我们的默契啊。可能我们之后主持的时候啊，然后节目的节奏啊，或者是默契会更好。我觉得应该就是同事之爱啦，有一个人不足的地方，另外一个会帮他补回来。哎，那如果默契好的话，哎，我球丢给你，你球丢给我，不只是那个这个节目的流程进行的很顺畅之外呢，真情的表现给观众看，观众也可以感受得到。好，那就要开始我们的默契之旅啦。好，好不好？来，我们恋爱吧。也没有那么夸张。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哇！进来。注意安全。哇，这个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品种不太一样哦。哎，对啊，它怎么是长这样直立的？哎，直立式的。等一下，好好来问一下。可是这个机器你应该都没有看过哈。我觉得可以买一台在家里。要做什么？很方便哎，削各种要来处理苹果啊，然后各种皮都可以削。哎，真的耶。很适合买一台。很厉害耶。对啊。哇，哎，老板你好，小老板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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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欸，我们来打扰一下好不好？哎，欸，小老板是手工削，哎，嗯，哇，你看他这个已经出神入化了，你看看啊，他都没有断的呢。有那种那个都市传说，不是说那个削苹果，如果你把它削断了以后，12点照镜子，哎，欸，或者是12点拨13个0，你就会看到你未来的老公。真的假的？哎，欸，哎，欸。这两种市值就不一样，对，品种不一样，品种不一样哎。啊，这个比较接近我刚刚讲的，有点像牛番茄那一种的嘛，对不对？其实有三种哦。你讲像比较牛番茄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品种哦。所以那个叫牛心哦。那这个是十四，十四，对，因为它个头比较小，像石头一样啊，跟我一样，个头比较小啊啊，但五脏俱全，五脏俱全啊啊。那长的叫比氏，哦，比氏。小杨哥鄙视，鄙视，鄙视你啊！不是那个鄙视啦，鄙视。哇，嘿嘿，哎，有没有任务啊？请收。恋爱默契考验，两人合力与员工比拼，剖柿子皮，限时3分钟，剖最多的人就过关。但是呢，老板只有一个人，啊，我们有两个人，所以我们不一定会输啊。啊，如果最后还是输了，那就更难看喽。那我们两个比较好，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你可以教我们一下 table 是什么？对对对，诀窍是什么？啊，第一步，因为这地头的地方我们会削不到，对，所以我们都会先把它啊一个圆，对，哦，这样子一个圆，然后哦先削掉，然后就可以开始了。这其实一个诀窍，我们就左手去转动它，右手不动。啊，你很快啊，断掉了。啊！我见不到未来的老公了。嗯嗯，一定要这样子削吗？还是我可以这样削削削削？像我小时候我在学的时候，奶奶就是要看着我可不可以削整条。对，如果削不了整条，其实在以前，因为以前都没有机器嘛，对，削皮这一包就很重要。那像我刚刚只让他受伤一次，对不对？我只受伤一次。那如果像这种削法，它同一个伤口会重复到，对，那就可以做。更容易坏掉哦，原来是这样子，怪不得他一定要练成这样一条下来这样，不然的话会有二次受伤。但虽然有机器，你还是会继续削哦。有时候就是因为机器其实有时候会有点慢。哦，你比机器快。对对对，我觉得到后来会这样。哇塞，哎，真的耶，还是会有手工好好练习，我们要让他少受伤一点。对。啊，你很快，用不到也好啦。哎，其实蛮古溜的哎。嗯。OK 了吗 ？OK。好，那我们就开始。开始喽！哦，来来来。哦，老板刚才让。很快，我要这样子啦，上草营。
那太快了。哎，它已经一颗了啦。老板，你其实不用哦，你大概五分力就好，好不好？好。不行啊。感觉都没有消到啊！我已经没有在管那个一条了，我已经开始疯狂消了。哎，消好的放这边嘛，多受点伤。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蛮互补的啦，就是他比较是急惊风，我比较是慢郎中这样，因为我喜欢观察嘛。那他是个性很急，他一来他就是要赶快把它弄完这样子。你那个。要烧完吧，啊，十，是，五，三，二，一，哎，几颗？几颗？几颗？哎，蛮多的啊，二四六八十，二四六八十十二，赢了，是不是自己也不敢相信？嗯，虽然削得不好看，对，我刚乱削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刚刚以为我们是输的，都是我在拼命吧。嗯，我跟小哥两个人居然获胜了，真的是，我真的是很意外，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埋头苦干，我就是一直在削，一直在削，我头都没有抬过，所以我也没有看到小哥到底削了几个，但是我有感觉他就是一定，他就是感觉一直要。把那个老板教他的那个方式做好，就是他要一整条不间断的，然后削下去。对，我有感受到，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只有削了两颗。没想到我们两个加起来也有十二颗啊，那个老板十颗。我想说 ，OK， 就这样就好，低调低调的过关就可以了。哇，请看，哎，很漂亮哎，是跟柿子有关吗？对，是柿子啊。它除了我们刚刚吃的那些食品之外，还可以拿来染衣服哎，只要是布的东西都可以染。这是你的东西啊，这个柿子很黑哦。嗯，而且你看有很多用途，对，像一般帆布袋它打开就一进到底了嘛，对不对？对。啊，你看它这个还有这个啊，里面还有。哎呦，小暗袋，所以你买东西都是那种喜欢机能性的。对啊，因为我就是喜欢用这种简约的这种帆布袋，简约风的，所以它其实有中你的口味。哦，像我现在戴那个帆布袋就是张文琪送我的。所以你很少自己买，不知道要买什么。真的好羡慕哦。那我问你，如果我要送你东西的话，你会想要选？如果这里面选，我还是会选那种包包比较实用的。哦。包包类的，对，就是比较出外景啊，还是去哪里啊，都可以用。哇，来到这边，哎，很漂亮哎，这边都是试染的嘛，对不对？你好，你好。那我们老师你好，我们今天有预约对不对？是。对，那今天我们要体验的话是刷染，可以依照模板呢去涂图案之外呢，你也可以用就是手绘的方式去沾不同沾试织跟定色剂，然后就可以不一样的变化。哦，就是自己画。是我会选模板啊，因为我不是 gay 熬的人。哎，所以你真的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人哦，不是，因为我这个出社会到现在哈，被这社会残害了很多，社会化，哎，所以我都不会再做一些那种特立独行的事。哦，多选障碍，完蛋了。就是因为有些图案它，比如说你有两只猫咪，可以画其中一只就可以了，不用画两只都画上去。好可爱哦！哎，这是什么啊？这是竹子，竹子啊，搭配熊猫啊，哎，好合哦。
我们现在呢要开始准备开始做刷染，你们先把你们喜欢的图案呢先放在就是定位，我们先定个位置，之后呢我们再撕胶带在四个边帮我粘起来，我们先等就是这一位呢可以把胶带先粘好。这一位他叫小杨哥，我帮你跟你介绍一下。好，我很他可能只认识我。我们等小杨哥呢先把胶带粘好呢，之后呢我们再一起来做教学。这好像粘通，我们不要粘在洞洞里面，要不然待会会刷不出他耳朵。对啊，你有点慌哎，因为我很怕你在等我。啊，对对对，你有没有听到那个指甲的声音？有啊。因为好像有说我们可以完全做自己，一听到做自己，哎，我发现小杨哥从头到尾都很做自己，他是真的是完全的放松。第一个呢，我们会加的是所谓的柿子汁，这可以喝吗？啊，不能，因为它里面很没有吃。帮小杨哥问的，我没有要。我们现在呢，就是会先用柿子汁当做打底色一样，我们拿。老师不好意思，这样会太少，太勤俭了吧？这怎么会这样？这样够吗？够了，够了，我们一两个，这样就够了，可以了。对，没错。啊。好，它因为里面有单宁酸跟胶质，所以它可以经过就是阳光的曝晒，颜色会越晒越深。其实蛮多，你看，我这样按下去，它其实有滋流出来。可是你要画三只猪哎，三只小猪哎，是够的，没错的。可是它，我们拿，不好意思哦，我们先拿没有标签的笔，因为我们有分三个颜色。对，已经用了，没关系。那我们先拿没有标签的笔呢，帮我沾一下柿子汁一下。对，它有点要半干刷，沾的时候呢，不要沾太多。那沾一次之后呢，我们在画面上就可以直接用力的刷了。是。好。好，手帮我压在图案上面。先画这边。对对，可以啊。不然你看，你先弄这边，再弄这边，你手就会去。I don't care。对对对。等下洗手就可以了吧？对，等下洗手就可以了。啊。我们用力的刷。用力的刷。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每个都要刷。可是感觉没有。对啊，感觉没有上色。它有浅浅的，我们沾一次就可以刷半个画面了，不用沾太多。沾一次可以刷半个画面。对，没错。是啊。对，你可以用力刷。哎，我这个好细耶。对，没错，你就是这样用力来回悠，它都有上色，还有浅浅的黄色。你看得到？有，它真的有。你确定有？这样。它其实都有浅浅油，它有。相信老师，你的有个复杂的辣。我真的很累。笑死！你不觉得你选完之后有点后悔？我真的后悔了。我刚刚应该选这个。你那个。我刚如果选这个的话，我现在已经画完了。对，你现在就是在旁边，已经在旁边休息了。对。所以小杨哥，你会来就是做这种手工的东西？我不会。但你儿子？儿子会。啊，你真的很不重视自己吼。嗯。真的。对啊。我觉得我蛮喜欢这样的 DIY， 只是我可能有时候就是会选错了。我觉得选到的那个小猪真的有点难，因为它的那个线条真的蛮细腻的。我觉得我应该是蛮喜欢 DIY 的，就是蛮喜欢做那种小饰品。可是真的不要太难，因为我可能会没耐性，很容易放弃。没错。哎，那老师，你觉得这个 OK 了吗？这可以了，我们可以换下个颜色，加所有醋酸铜蓝色这个液体。对，然后跟刚才一样，第一个步骤用力刷，它就会变成咖啡。刷同样的地方。对对对，它就会变色，它就会变成咖啡色。咖啡色的，沾我们的醋酸铜红色液体，沾上去它刷上去就。是这边吗？对，没错。它就会变黑了。它就会沾上去变黑了，你可以刷看看。哎，等一下，就有任务。啊，两人的作品对调，为对方完成剩下的创作。呜呼！哎，我这个竹林已经赞啦，已经我们进度已经超前了，老师。我精神团来了，他那个他那个猫咪也完成了。真的吗？小杨哥，我们不能有怨言，我们就是要交换，这是今天的任务。怎么会有怨言呢？哎呀，怎么会这样啊？怎么那么开心啊？耶，辛苦喽。所以先弄我有两面哦，小猪的部分。对。图案的话，可以不用全部都上黑色，你可以决定，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只要，哪里地方想变黑，比如眼睛啊，或者什么，或是你不想要上黑色也可以，单纯的咖啡色也可以。林爱龙，怎样？人家老师说上一点点就好，你整根图干嘛？不是啊，就是有黑的，有咖啡的啊。哦。因为老师刚讲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渐层的树林就对了。我很担心，但没想到事情也真的发生了。你给我乱搞什么？我没有，我没有啊！你在乱搞什么？我没有。
我这么低调的人，你给我写一个梁鹤群在这边，然后我背出去，这样能看吗？我没有写梁鹤群，我只有写梁啊。能看吗？其实我有点伤心，因为我想说，写一个梁，其实小王哥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因为梁姓梁的那么多，然后我又觉得他的袋子上应该缺少一个中文字，因为图案的话我会觉得太多，因为他那个竹子就很漂亮，然后熊猫又有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但是就缺少文字。那文字什么文字最能代表小王哥？当然就是他的姓氏啊。那我就把他写上去，是不是他就是很讨厌？他超不喜欢，所以其实当下我还蛮伤心的。小梁哥，哎，我们刚刚做的东西已经好了，应该都弄好了啦。看我的，很好啊，对不对？很 cute 哎，对不对？我已经很节制，还好这个颜色它没有变。他帮我画爱心给我嘛，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爱心。然后其实，但我也不知道他会真的这样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双双对对的嘛。他们来就是要有一点爱心嘛，爱苗在滋长啊，这样很棒啊。哎，这我的真的超好看的，真的，你的真的是非常好看，谢谢。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你的咯。啊哈，这是我刚刚为你特别制作的。嗯嗯，对，一个梁字，你还记得吗？其实没有关系。1、2、3，哒啦，很棒，好看耶，比原来的好看100倍。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梁字还在里面。有没有看到？它就是一个梁放在里面，对，放在口袋里面。低调低调，就像我低调低调。你看你的手机还可以放，哎，很棒啊！我写的那个梁字呢，他就真的是不喜欢，我就是很用力的去拜托老板，请他帮我就是改善，然后再加上那一块布，变成后来就大家看到这个样子。很开心，小梁哥也喜欢，对，我觉得还蛮完美的，至少有照顾到他的心情，不会就是每次都还让我。我觉得就偶尔来做一下也蛮有趣的，而且看到成品，你会觉得那个是你亲手做的，你很有成就感，而且没有想到说我们自己在那边哦，好像画得很随便，很仓促，哎，画出来的作品其实是这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啊。小梁哥，走快点啦！哎，不是，快点！差不多了吧？啊，到底还有多远啊？差不多什么？快到啦，就在前面而已啊！哎，你确定你荒郊野外穿这样你 OK？ 我有啊，我刚刚你知道喷满的那个喷爆防蚊液。防蚊液嘛，啊，怎么真想到出来玩要穿的这么一身劲装？看我穿这样。是很好看，都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说为什么突然换成这样？突然换成这样子哦，哎，因为呢，我们要去骑马。嗯，骑马。我算是一个蛮喜欢挑战各式各样就是户外活动的人，可能我的运动细胞没有那么好，可是我就是蛮喜欢挑战的。那我会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就是可以来玩这个玩那个，然后到处去挑战去体验。你看，在骑马哎！哇，不可能吧？哇！一边骑马一边射箭。对。哇塞，这个地方太酷了吧！为什么要把自己逼那么紧呢？这位大侠。敢问大侠何名？哦，很准哎！厉害！怎么感觉有一种穿越剧的这种？对。哇，很酷哎！真的很棒哎！觉得我是不是看到了穿越剧，有点步步惊心的感觉？好。但是你看到他很认真的在那个马上英姿勃勃，在那边骑马，然后射箭，哇，感觉啊那种大漠风情的感觉，你也会被他慢慢感染到。一开始觉得他在搞笑，但是后来你就觉得，哎，他们其实也都很认真啊。大家表演也看了，大侠就此别过。好，后会有期啊。哎，等一下。不是啦，今天不是要来就是锻炼我们两个人的那个默契的部分啊，培养默契，培养默契的部分，对对对，对啊，那你看，
如果是骑马的话，跟马也会有默契，是吧？所以是培养你跟马的默契。我跟你说，解释一下，就是呢，我跟马的默契培养起来呢，那就代表你看我跟动物的默契都可以培养了起来。小杨哥也是动物嘛，所以两个也可以培养起来默契。这转的有点硬。你不要看我手长脚长啊，身高180，我其实是这个运动小白，我平常都没有在运动的。其实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期待的，对，因为毕竟人生就这么短嘛，所以我就希望就是可以在这么短人生内，然后去挑战很多不可能挑战到的事情。像平常我跟朋友出去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啊，对，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当下就是非常的期待。现在你们要培养默契，嘿嘿，哎，你不要一直神出鬼没的，好不好？而且他好多纸哦。是，哎，我们来看一下，齐心协力，一箭穿心。一箭穿心。对，他说两个人共有10支箭的机会，是，其中3支射中箭靶即可过关，奖励是丰盛晚餐。怎么办？好饿哦。哇，哎，感觉这个蛮有诱因的，哎，所以射箭嘛，加骑马。射箭加骑马，他没有讲哦。哎，他没有讲哦。他没有讲哦，好不好？不一定要骑哦。我们只要射箭就好了。射箭，那我讲，那射箭，我们练习射箭那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要不要先来练练看？嗯，我们先练一下射箭。好，那如果练好那个射箭了，然后看要不要骑马，我们再来聊了，好不好？那我们先练射箭。好，先去练射箭。先找教练来练射箭。教练的造型很有那个蒙古大草原的感觉哈，对，胡子是有什么要领吗？把剑拿起来，这个是卡在上面吗？下面，下面哦，好，来，然后呢，我们伸出三只手，嗯，转，两指勾住，嗯，看准之后拉，慢慢拉，对，哦，谢谢。哦，好准哦！哇，这个真的很难瞄哎，我觉得不好瞄。我瞄的跟我射出去的都长不一样。尽量在同一个地方。好。啊！我真的是全神贯注，我完全没有在想事情，我只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要射到那个红心。对，真的好难瞄哦。我的，哎。弱弱的，上来一点，然后往后拉，然后往上。这应该是我玩射箭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我觉得他们有教我们一些诀窍，比如说以前我们那个弓摆上去的时候，那个弓都会一直掉下，一直掉下。哎，他叫我们稍微用食指去扶着，哎，它就不会掉。然后呢，你觉得你每次怎么都偏右上角，那你就目标往下面移一点。他就用一些深入浅出的方法跟大家讲说，哎，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哎，最后我们就真的有拿到好成绩，而且在很短的时间。等一下，我们会有目标要射吗？真的假的？啊、不会是我或他吧？他很灾难，然后放一个苹果。我们拔剑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先注意前面有没有。嗯。要拔的时候，通常就喊一声。我要拔喽。好。我干嘛围你啊？奇怪。曾教练好，喂，好，教练好。那个，我们今天来试看看呢，就是所谓的默契培养。那等一下，我们就是你们两个人，很简单，我们一个人骑马，一个牵马。来哪边？先坐正，腰背挺起来，然后两只手轻轻扶在前面有把手，扶着把手。可是教练跟你报告哈，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你看我活到这个年纪，我的第一次也献给了你。好，献给这匹马叫 Angel。Angel 啊，对，它是一匹母马，相当的乖。Angel 对啊，所以我们来试看看。后来，我们等一下要牵它走，就是我们手抓在这个嘴巴的旁边啊，因为马不会咬你。是啊，所以我们拉在这边。等一下往前就走，往后就停。哦，它不走，手抖一抖，往前带它就走。你要先试看看，抓在这边，手抖一抖。神奇的感觉。感觉 Angel 跟那个艾蓉都交给我了，都交给你了。对，
好，来带它。怎么突然？对，好来，你顺着这个地上那条线，好，地上那条沟，我们叫提提线，顺着地上那条提提线，顺着走。啊，好神奇的感觉哦。慢慢走，好不好？抬头挺胸，眼睛看正前方，不要。眼睛看正前方。慢慢走哈 ，Angel。像那个小时候被爸爸有没有背在背上的那种感觉？哦，真的，很好玩哎。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你的仆人？什么意思？保持上半身的坐正。嗯。哦，这个就是耳朵、肩膀、屁股、脚后跟，这个就是坐正。Angel 过来。强哥，再见。嗯。那还有什么动作？摸耳朵。摸到以后脖子拍拍，换两只手，两只手，两只耳朵，两只手，两只手一起，两只手一起去，两只手一起这样子。我知道，没办法，可以的，用小腿肚夹住。好来，对，趴下去，脖子拍拍。虽然老师叫我们做一些各种的伸展的动作，他说其实那些动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放松心情，不要觉得说啊在马上一直很颠簸，让你就很害怕，不用想那么多，好，就是去 enjoy 享受那个骑马的乐趣跟快感。不会，你做到了，很好。好，拜拜。很好，不会怎样。嗯，来边走边做。眼睛看前面喽，来，你就快步。我们刚刚都已经练习过了，一个人五支箭，一共十支箭，十支箭里面只要射中三支，丰盛的晚餐就在等我们了。艾龙加油，艾龙！强哥来喽！看好！啊！小心，曾教练是无辜的。小心，曾教练是无辜的。有了第一支，第一支。第二支也有。对不到，没关系，没关系，再来，没关系，你背，搭你的肩，给他过水一下，没关系，他只有限支数，他没有限圈数，我没事，到后面了，然后准备来喽，看着，看好，对，艾龙，因为他之前啦啦队出身的嘛，他虽然可能没碰过，但是他有一些基础在。其实我不担心的是他，我反而担心的是我自己。我只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要射到那个红心。但是就有听到翔哥跟我说加油，对，就觉得他很贴心。在那个时候，他的加油对我来说其实真的算是一个蛮大的帮助。Up. OK， 好可惜哦，好玩呢。但真的蛮紧张的，不要紧张，因为会一直滑，左滑右滑啊，怎么办？接下来换人，没有中心，所以小王哥只要射中一只就好，是不是？对，所以意思说我只要射中一只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小王哥加油，加油！来试看看 ，Angel， 是不是很难对？不是，他不用跑那么快嘛。可以的，强哥稳住。拉开放。哇，很强哎。他不用那么快嘛。没有啦，现在时速是多少？现在时速不到十啦。加油！哇，来，很好，那个箭的缝不好找。加油！哇！最后一箭！帅！对！对 ！OK， 好，停！哇！任务成功！很强哎！五支都中嘞！对啊！对，五支全中哎！我很意外，我本来以为可能就是只有中那么一支。真的，我怎么会这么百发百中？我真的我自己都不，我就好像《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杨过，我怎么会这样？
这应该就是我人生中另外一个高峰。刚刚小梁哥你表现得很好哎。我跟你讲，其实我内心还是很兴奋，但是我怕吵到他，我也不敢讲太大声。有吗？你刚刚好像有讲蛮大声的。Angel， 谢谢你。而且刚刚教练说你五支全中哎，谢谢，超强的。我们教练教导得好。对，我们是不是完成任务啊？对，任务完成。OK， 好，来，丰盛的晚餐在等我们。谢谢曾教练，谢谢曾教练，谢谢。1010就是这间呐，对，要开箱了。晚上住的房间到底有多漂亮？来，期待，打码喽！来了。重点是他们每一间都有自己的独立空调。独立空调？独立空调。哎，这个很棒哎，这不是每个人都有哎，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哦，那种中央空调，好可怕。对，哎，独立空调真的哎，如果就是带一些那个长辈啊或小朋友出来玩啊，独立空调才是最好。哇！哎，除了独立空调之外，还有新鲜的空气，是不是？定的真的很好，很会定吧？很温馨，有家的感觉。哎，那另外一间呢？好，我们现在带你去看。哎，走。听说也就在隔壁而已嘛，哈。在这里。啊。1009。哎。不远之处啊，哎，还可以串个门子。打扰喽！哇，这一间厉害啦！哎，这怎么会这样子啊？哇！这个地板是不是有家的感觉？有那种温暖。太棒了，哎。今天呢，这一桌菜就属于我们两个人。好难选择啊，不然先吃冷盘好了，好吧？这个是乌鱼子，你的最爱。哇哇，嗯，而且它配这个好像是萝卜干，是。看起来是，萝卜片，萝卜片，嗯哼，还有哦，哎，很棒啊，对不对？哦，先吃冷盘也是对的，对啊，比较开胃嘛。是吧？那这道这个虾也太大只了吧！这个已经是明虾等级的，是不是？那我就来，因为我刚刚就直接来。我刚刚有洗手，对，因为我有上厕所。真的确定有？哎，其实这个哈不一定要剥，你知道吗？这个它有的哈，哇！你怎么这样随便剥就剥掉了？因为之前美食节目的关系嘛，对不对？佛跳墙先来盛一下。哇，哎，这料也太丰富了吧！上面这个鲍鱼已经铺满了整个上，太夸张了吧？料多到我真的，你也喷出来了。料多到汤勺下不去，你知道吗？真的很夸张哎。我跟你讲啊，中餐呢，我看到中餐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因为你永远看得懂你在吃什么。真的。对。那因为小时候我们是这个眷村家庭嘛，所以市面上很多那种眷村菜啊，哈，其实就是集合了这种五大菜系里面啊，哈，一些经典的那些菜色，哎，还有一些家常的一些料理啊，其实就是我们桌上的那个晚上桌上的食物。我好像也爱上中式，是不是？自从吃完这个之后，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料理吗？什么？其实我有点奇怪，就是，只要是很烫的东西，我都很喜欢。很烫的东西？很烫的，比如说火锅啦，石锅拌饭啦，对，石锅拌饭，够烫，对，那个我都喜欢。然后那种高汤啊，尤其是那种很浓郁的那一种，有没有？那个我都好爱哦。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家里很冷吗？也没有哎，我想一下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然后其实你知道有时候一上菜，然后四个小孩，我有两个弟弟，你知道，然后直接把那个菜全部吃光，然后我就根本来不及，如果你不够快，你就来不及吃。所以呢，我就养成啊，很烫，赶快吃。像那烫口的，就有那个幸福满足跟抢到头香的感觉。
我平常就是观察啦，就是说可能我刚刚有讲到说，比如聊天之中我跟他比如说是排行第几，比较负责任的那个还是比较刷身的那个，在这个家族的排行里面，比如说看他饮食方面啊，这些注意或者他忘东忘西的这些习性里面啊，去慢慢去了解抓住他的个性。你想要吃那个吗？猪脚，看到猪脚，来，我记得上次我们不是去吃了一个很厉害的猪脚哦，德国猪脚、啊，对，但是这个烹调的方式不太一样。哇，这个猪脚厉害哦。它这上面啊，弄这个有点蒜酥，有点避风塘的口感，对不对？我好像在吃饼干哦。它的那个皮哦脆，这个粘合喜欢吗？喜欢。因为它油炸过嘛，所以它就把里面的那个油脂都逼出来啊，所以你吃起来其实是健康 OK 的。那我们今天这样子一整天相处下来、玩下来，你觉得我们的默契有没有变好？或是你觉得感觉怎么样？默契有没有变好？我不敢说。对，我觉得人与人的相处就是这样啊，因为就是人家说见面三分情嘛，就是说你常常多相处了以后，就是双方之间当然会比较熟悉啊。我觉得默契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其实我要说到的重点就是其实那时候很害怕的时候，然后小文哥就在旁边说：“艾荣加油！”你那时候帮我加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连记者会那一天你们上去，我都说对啊，加油啊，对啊。为什么把我讲的好像灯塔一样？安心吗？对，有你的照光。同事就是这么一回事嘛，久了以后就有革命情感的人，你像说我们在这个出外景从早到晚，那比较容易产生默契之外呢，感情的培养也是有的。哇，那今天真的很幸运哎，而且你看我们今天也是培养了一些默契。今天一整天我们一起被蚊子咬了多少个包？对对对，而且我们身上除了防蚊液的味道，还有马的味道。哦，对，现在全身充满马的味道。马的味道。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是骑马，对不对？什么？学到很多啊，比如说如何不紧张啊。这个就是。你常常跟我聊你会遇到的课题，不是吗？我常常都会问你说，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或者是我可能会比较容易偏紧张。不会，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就好啦。对啊，你看那个赵哥、玉林哥，他们两个人都做自己，对不对？有时候做自己太做，太做，对啊。他做自己，观众才会喜欢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是好好的把那个节目做好，然后就把这个观众朋友们想要知道的一些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就呈现给他们，我觉得 OK 啊。是不是？是。那多吃一点咯。好。好不好？明天还有明天的行程。对呀，明天还有一整天的，好期待哦，不知道明天又有什么挑战。有啦，这个制作单位来者不善，绝对不会放过我们。对对对对对。这个有那种裴勇俊冬季恋歌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如果说年兽，你会想做什么？如果你说土地公，我会想做什么？有吗？有吗？换你上，等一下我要下去。等一下，你怎么没有放球？我干嘛把球放到我的袋子里？完了。